一款无设限的男人社交手游，欢迎大家去下载，可以使用我尬的 JJ 的 QR code。提前工伤，没有没有，梦幻诛仙他们的。哎、欸，你们真别说我真的有不少的朋友结婚都是跟游戏里面认识的女生结婚的，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游戏 我自己这样觉得啦，游戏里面认识的女生，但前提是她要是女生好吗？游戏里面认识的女生相对你不要太夸张的好不好？我觉得英雄联盟就算了，其他游戏里面认识的女生相对比较那个啦，比较简单，要比你去什么其他的场合认识的女孩子什么，我好多男生朋友，我认识三四个吧，四个男生朋友，他们都是最近结婚，这一两年结婚，然后对象都是跟游戏里面认识的女孩子。啊，对，前提真的是你要确定她是女生，不然的话就要供我去当兵了哦。我们要进攻吗？我们只有四个人呢、欸，打起来是不是会出人命啊？Invade， 讲英文他们听不听得懂？哦、oh, ，no 哦 ，no 还够够，又有人 no 又有够够的。我把它拉上来一点，你们看得到对话。一定至少杀一个的，好扯哦！那个狮子，那狮子干嘛、啊？哎呦，没中！谁？补一口 ，Q 一个，碎了，碎了，碎了，啊，你怕得掉啊！VT 啊，肚子好饱。我们的一还是用手动的会比较好。这角色一，好、哦，一下是要死了。
至于了。为什么觉得那么好磨？其实我们现在尽量跑线去跟狮子抓伊大师比较好，不过要等这个兵线推过去啊。我们等这兵线推过去，因为现在伊大师应该在这一侧，他刚刚被赶掉了。罗兰还是要在河蟹啊，不，在九级啊。来太慢了、啊，他是不是绕一圈啊？狮子，哇，感觉一定稳的说，我们故意先给他们点压力。控他懒吧，卡萨丁状态不好。他就算真的拿起来，我们也是屌虐。晕倒晕倒，打一下就好。走啊，下车下车下车。不是、啊、你们为什么不走？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那讲了回家了。我比较喜欢先买鞋子，因为我觉得延迟巴德前面的机动性比较重要，能无数鞋最好。我刚刚其实可以的，可是我懒得省钱。推线推线，我去抓瑟雷西。推线推线，瑟雷西在这。
雷哥来，雷哥来。好的，丁。温刀诶，飞丝嘞。你这么怕啊、喔？会怕就好。上路 BBQ， 没事，吾等传送下来，掉一大多兵，没大绝打不死。好，我们跑线了。这 AD 应该也是屌打路西恩的，他这个装备，路西恩才吃44支兵而已。拼个屁呀、啊！垃圾中路，我刚速度超快，凯特林不大会，他不会看我的 Q， 拼个屁呀、啊！一直拼，一直拼。跑嘞！出来！跑嘞！继续看家里啊！哎，家里蓝针喽，来了来了，我来了。晕倒晕倒晕倒，我走。晕倒。哎，轻轻松松。不过我刚刚这个血量好像被他补攻一下就死了，那摄影机刚刚没有点我补攻的。走，我们去中路。哎呀，我忘记换早眼了，好雷啊！我想抓 AD，AD 应该在吃姜狗。你要吃河蟹妈妈是不是？
飞到他屁股面对我啊！哇，好好好，我。哎，我还换不了手眼，哇操！走，我们把这个河蟹妈妈放凯特琳那条路。他们 AD 崩溃了，不玩了。他们 AD 不动了。欸，有，我看到 AD 了，抱歉，是你正在砍 AD， 不是你不动了，原来。啊，走，河蟹妈妈。先推塔，不要杀人。这是一个推塔游戏。哇，好险，妈妈！哇，凯特琳真的是屌吧？喂，凯特琳。他那个会好，再见，再见各位，各位傻逼们，我现在在想我要怎么跑而已。别闹啊！来啊！哎，他怎么不打鬼？抱歉，我错了。他为什么不 W？ 哦，鱼。转，悟空转，悟空快点转了！啊，不用转了，下去。吸。哇，没晕到，哇，刷赛，又是我。你才是没错，又是我。不是你不要一直回血，我跟你讲真的，我真的会把你杀了。谢谢订阅烫六零不是90531。这我们就不用回补了，红 buff 回一回一下就满了。蹲一个。
甚至打野完全没有要攻我的意思，打野就只会自己在那边自己家吃鸟鸟啊，就是有这种笨打野，你才会卡这边。哎，露出，哎，他照到我，为什么他也要过来？先把他点掉，中邪这个人。先杀人啊，开玩笑是不是？我就一直点他，我就一直点他。对啊，当然先杀人啊，这个游戏是杀人游戏，不是推塔游戏。退牢，兄弟姐妹们，得饶人处且饶人。杀不死，抱歉啊。不是哦，狮子嘞，狮子真是逛街大王哎，整场没来过。你要跳一个卡萨丁，你跳滋滋啊！好，我来。我真的北京，我真的是斗夜痛啊！好啊，分推你最会，送头你最会。走中路哦，帮手，帮手，帮手！来来来来来，亲爱的朋友，一起来！亲爱的朋友，一起来！好，我们吃八楼。先推兵这个游戏兵线最重要，这是一款兵线游戏。傻逼在那边吃肉，他干嘛？这个不要管这是什么游戏，这是一款合家欢乐。晕倒，死去。哎，没晕倒。我要再去挑动他的视觉神经了。哎，要去把日轮先做出来。我完全不知道对面到底在干嘛哎、欸！对面中国挂王了，对啊，就轮流挂王啊。刚以为 AD 挂王啊，现在中国挂王啊。算了，我们家中国也挂王，四打四合理。哎，你们一说中国挂王，中国就出来。那、啊、你们能不能说什么山上优雅挂网之类的？我先把中下路给推了。
好，我们去戴福下路。年轻的帅弟，赶快来，做我最佳男主角。快点塔，快点塔！阿玲，阿玲，阿玲，快点塔！哇，来不及！一个人只有一只手。不是一个人只有两只手，只能退一座兵营，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拼屁啊！哦哟，你看现在贪心退不掉了啦，那个差一滴是不是？哎呦，哎呦，退不掉了啦！哦。你在那边贪心，两座都要。给他们无形的压力。塔下全吃，生气生气，超生气！你真的勇敢！他妈的，烦死了！我上，我下，我吃，我睡。手痒，年轻的帅弟，赶快来！干嘛？你干嘛？在干嘛？在干嘛？金两个，金两个，金两个！晕两个，晕两个！再晕两个！又晕！啊，没有，他开大了。
我开门 ，Go Go！ 他干嘛？他干嘛？他干嘛？真的是逼我上去、欸。